大家好，我是仁伟，今天非常开心，我要来教大家呢，怎么用苏苦15周年的彩妆商品，画出一个冲击你视觉美感的妆。这精彩光焰粉霜呢，它的质地呢很特别，像是巧克力刚融化的时候那种浓滑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们用使用刷子来上妆，在我们的脸上要做拍打的动作。而且你会发现它上起来呢没有粉感，也不会有白感，贴近我们真实皮肤的颜色。在我们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再多拍几下，它就可以让粉底呢变得更有遮瑕力。如果你是一个遮瑕重度或者是粉底重度使用者的话呢，也很建议你可以用海绵，这样子你可以得到的是一个比较扎实而且遮瑕效果更好的底妆。眼妆的部分呢，要用的15周年产品是这个橘色爱马仕，我觉得它颜色非常漂亮。这样子的彩盘呢，除了假彩可以拿来当眼影用之外呢，还有湿式的眼影非常的服帖，在秋天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一个彩妆非常好的帮手哦。上完精彩唇膏之后呢，苏苦的秋天的妆容就这样完成咯。